对，各位朋友啊，大家好哈，我是你们的朋友啊，纽约市的官方讲解员王隐啊。这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还好吗？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这个咱们说码头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呢，都是呢管这个地方呢叫做南街码头。之所以叫南街码头呢，就让大家看得到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你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船停在这儿啊。这个地方啊，曾经啊，可以说啊，是这个整个啊，纽约市啊，咱们说啊，旅游这个行业啊，最繁忙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大疫情之前呢，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啊，来自世界各地啊，尤其是呢，包括我们中国的游客啊，都来这里呢，坐这个游船啊，看这个自由女神像等节目。但是由于呢，在这个疫情之后呢，现在呢，由于呢旅游业呢没有完全的这个恢复，大家看到呢这个广场上呢就是空空荡荡的。但是呢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但是好消息呢是我们现在纽约市的疫情呢基本上呢已经结束了啊。像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呢将近呢咱们说呢100人的啊这么一个大团队啊要来这边呢坐游船来玩啊。一会儿呢我们的队伍呢就会到了，到时候呢给大家再拍摄一下哈，我们这个坐游船，今天我们是包船包游轮的这么一个豪华旅游，让大家呢也体验一下啊，在疫情之后的纽约啊，我们的这个旅游是怎么样恢复的？好。Sideways comes out full on the computer. If you do it like this, it'll come out in the line. We do a video to add it to the end of the year. 哇，这是我今天的团哈，将近得有100人，嗯，加上老师这边哈。Be careful your cell phone! Well, if it's home, you can't put that cell phone at least $1,000. When the September 11 happened, I was just on the boat. Yeah, we just go to Jersey. Cool, huh?Yeah, grab yourself, careful. Yeah, and the Liberty w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later we will be there. Yeah, later we will be at the top of it.When the September 11th, I was on the boat, but we go to Jersey. Yeah. It's the smoke already here. And I heard boom. Yeah.
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吃中午饭了。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硬石咖啡啊，这是一家呢整个纽约市最著名的啊这个吉他重音乐的咖啡，包括猫王杰克逊啊都在这里面表演过哈。这家店可以说是整个纽约市啊美食的首选。今天呢我带了将近的快100多我的学生啊来这边呢用午餐啊，来给大家拍拍照。哦，非常华丽的这么一个大厅哈，这里面总共能容量200以上的人哈。啊，你看我的学生哈，都在这边吃饭哈。我们今天这个团快有100人了哈，底下坐的也都是哈。有的桌上了，有的桌还在上哈。看吧 ，How's everything good? Good, nice. Oh, 更多的汉堡啊。这家汉堡还是蛮出名的。Sure, I will.现在你在纽约做导游啊，你不会说英语啊，没有执照啊，这个活你是干不了的啊。这个活呢看起来轻松啊，但其实呢你不会说英语啊，就没法和人交流啊。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哈、啊、现在像在纽约当导游啊，不会说英语啊那还没戏啊。现在所有的团都是说英语的。 How's the burger? Good? 嘿 Where's the beef? 哦、oh, sweet,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啊，大家都在吃午饭哈，这就是典型的美式午餐哈。